生日快乐！三二三，哟哇！拜拜，五周年！看到谢柯在咬小鬼的头的感觉，转一下那个啊，左左。就是宪哥刚刚也是一句话点醒我梦中人，还有没有有没有得奖这一关呢？还要过这样子？对，对对我没有，没事啊，没得奖无所谓。但是比较糟糕是我们要面对 Sandy， 对，跟那个，对，我吓一跳。宪哥 Sandy 呢？你跟他已经得过一次哦，台湾不可能分猪肉，所以这一次我个人可能有可能个人独得一个哦。哎呦。没有再分猪肉了，该给谁就给谁，全拿了，全拿了。我当然知道，我就是演艺圈的非常好的一个人，没有去害过别人。纵使我最近被很多的网红严重的修理，但还好眼不见为净，然后真心诚意的希望。可以像刚刚我们记者会里面看到那种，蓝绿的大结合，就觉得非常好，对，台湾可以更美好，对，人跟人之间多一点相爱，少一点相害，这样，对，嗯。